小 S 和老公结婚后陆续生下三个宝贝女儿，经常透过社群平台分享一家人的日常。由于她拥有很高的知名度，因此她的孩子们也收获了不小的人气，一举一动都备受外界关注。然而随着女儿逐渐长大，现在只要上传照片就被女儿们质问为什么没有经过他们的同意就擅自发布那些照片。日前小 S 就在节目上透露，自己有一次上传的照片中还包括了女儿的同学，因此女儿发现后很生气，还要求小 S 向同学道歉。对此小 S 主动向女儿的老师索取该名同学联络号码，并致电向对方表示歉意。她笑称虽然自己是国际巨星，但是同时也身为一名母亲，认为每位父母都需要聆听孩子们的心声，如果父母做错了事情也应该试着向孩子们道歉。可见小 S 对孩子的意愿十分尊重呢。Bye.